天听一点音乐，我们要来听的就是 Jazz 还有 Blues 的音乐。当然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就是 Lulu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私藏的好音乐哦。 Hello Lulu 你好。 Hi 大家好， Linda 你好。这首一个叫做纽约的New Generation 的音乐家 musician， 他叫做 Heshima。 他的这条歌叫做 Sunrise Over the New Day， 对，阳光照亮了新的一天。所以算是很沉浸的。因为日出的感觉。对，日出的感觉。那这种音乐就是我们可以让心情沉静下来，专心做自己的事，这种音乐就让大家沉静下来，有点像平静我们的心情一样。OK， 好，那么我们在节目最后，我一边听着这首非常轻柔的钢琴曲，一边要感谢我们的 Lulu 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好音乐，同时也要感谢 Lulu 的好朋友提供我们这些好听的乐曲。So we would like to special thank you for our musician friend Boots brother from Sweden and my good friend Heshima from New York. Thank you for let our people to enjoy your beautiful musical. I talk to you guys soon. Bye bye.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同时也再次感谢 Lulu， 希望下次 Lulu 再带好听的音乐来给我们欣赏咯。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凌晨一点到两点，请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风云点，我来咯，拜拜。